我曾经救过你的命，今天你在我背后开黑枪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，也是我想要的结果。 我有多么希望我现在的选择是错误的，但是对不起，因为我是114的儿子。秀秀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是卧底！你把枪给我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！你把枪给爸爸！ 别过来！秀秀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不是说好了一起走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把枪给我！放开！秀秀，小心！秀秀，你这个臭小子！我放。 最聪明、最酷、最喜欢的男人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当初不是死都要离开东哥，离开海平吗？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呀？人是会变的，那你会变的，爱上我而不爱夏如画吗？我在利用你，你介意吗？我不介意被你利用，因为你在我身边就够了。只要你给我机会。 我相信你会爱上我的，秀秀。对不起，秀秀，别想，秀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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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野队，怎么办？开枪啊！开枪！为我开枪啊！如风，你开枪！来，开枪啊！开枪啊！为我开枪啊！开枪！你还想见到活着的如画吗？ 放他们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，局长？ 林向龙，你给我出来！林向龙，出来！跟我到办公室来。
叶向荣，我理解你昨晚的心情，可你这样做岂不是又放走了程豪？哎，你明明知道这次咱们追捕程豪那是咱们两市的共同计划，而你为了魏如风放走了你半辈子一直想追拿的程豪。我理解你是因为郑彤。向荣啊，你要为大局着想，当年郑彤不惜牺牲性命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这个案子吗？如果他此时知道你这种情绪影响了破案，他会怎么想？你要把郑彤用生命换来的这个案子完美的给我结束。这次你一定要把程豪给我逮捕归案。涛哥，这是我毁的，如花是无辜的，秀秀是我害死的，你有什么冲我来啊，王八蛋！啊！不要！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我！无辜？我被你害成这样，你说无辜？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哥！我求求你们放了他。把我杀了可以吗？杀了我行吗？你们两个真是太让我感动了，好一对苦命鸳鸯。我一定会放了他。放！不要！如花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再伤害你，我始终都在你身边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不是以前问我爱不爱你吗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在我魏如风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别人，那个人一直都是你。有一天你可以逃离这种命运的话，你尽力去逃吧，不要管我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带着你一起跑，跑不动了就背着你。我一定要救如花，如花，我不准你出手。向荣画的。梦中的婚礼这首曲子是我妈妈最喜欢的，我要把它献给我妈妈，因为我的音乐梦想全都来自于她。你父母做什么的？我母亲以前是学钢琴的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拥有这样一架白色的三角钢琴。你可是爸爸唯一的宝贝女儿，
我不疼你，疼谁啊？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什么，其实如画他，如画怎么了？我想求你帮我救夏如画，你一定要请最好的大夫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你一定要把他治好。爸，爸，你得跟我去个地方，他很需要你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走，赶紧回头，不能掉头啊！后面都是警察。赶紧回头，豪哥，不，我叫你回去。大家注意，逃犯派变了路线。豪哥。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的，官腿阿福，我今天就去把夏如花给办了，让叶向荣再拘留魏如风，想办法把魏如风看到东哥总事。求求你让我哥离开东哥夜总会吧，陈总会答应我们的，他会答应我们的。我知道你妹妹病了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。命运就是这样。最终残酷的底牌亮了出来，程豪迎面可以看到自己的崩溃，那么苦苦寻找的最爱的却是在自己手上一点点被毁掉。我想请队长你帮个忙，我车上面有两张曲谱，麻烦你帮我交给如花，请别告诉他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我以一个没有资格做父亲的身份请求你，谢谢。那一年，我扣长头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近你的温暖。那一月，我转动所有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你
那一世，我会转动所有经筒，不为修来世，只望途中与你相见。这美丽的贝壳，究竟由谁去捡？是否早已？下面这首歌，我要送给一个对我很特别的人。